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ED 財智 Talk， 今日請嚟 Andy 傾偈 ，Andy 你好。Hey， Hello， 大家好啊。係半年結咯嚇，咁大家都總結翻上半年，睇下下半年點樣玩啦。講真我覺得上半年其實環球股市有很多黑馬跑咗出嚟大家都甩曬嘅。當佢升到咁上下嘅時候，已經發覺哇，升了很多啦咁樣。